有一家酱油代工工厂，他们被检举，大老板是林中彦，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，真的要查是不能收手，你要想清楚。原来你就是那个警察的儿子，没有犯罪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明天晚上7点，我让你看一点好看的。警察，小道，通知起来。陈大哥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东森综合台《苏威尔狮子王强大》。